秋，你要不要是头发现在长出来了？我笑你，笑得出来了。那现在头发在被剪，还会哭哭吗？不会。来看看好久不见的双胞胎啦，今天要去他们就读的醒吾大学，哪个地方离你最近？当然是林口，因为林口离你最近。这所盛产艺人的学校，可以找到几个多才多艺的美眉呢。醒吾大学美眉大稽查 ，Let's go！ 好冷的，醒吾啊，小胖的学校，根本没来上课啊，我来缴钱哎，你是光来缴费而已是？没事啊，我们对学校来说是好事嘛。那现在来找正妹嘛，我对于这个醒吾啊很有信心。那你觉得这里的哪一个科系最有信心呢？表意科吧。我也觉得表意，因为我常听到什么醒吾表意啊会跳舞会表演之类，我是期待生到老公公有掉下来的一天。 好，太冷了，我们现在来说吧。车力，好久不见，终于遇到了，长大了，现在几岁啊？19了，时间过超快，三年了，啊，很想你啊。那这样比较福气啊，比较够注意了。对，因为你们太瘦了。45，没有长这样。他们身高好像也有差，可是可爱的妹妹。 站到旁边有身高差，姐姐，我高一点啊！再看背对背。哎，姐姐高一点啊！我以前比较高，高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姐姐会穿伯恩同款。真的？没有，真的。你什么时候发现长高了？就我站他旁边的时候。我站他旁边。今天带什么跳舞唱歌？唱跳歌手。真的？真的哦，你准备好？有人帮我打节拍。打节拍。你哎啊！九三。 秋，你要不要是头发现在长出来了？我笑你。笑得出来了。那现在头发在被剪，还会哭哭吗？不会。这里光了。那需要好不好玩？不好玩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个不算你朋友。我每天中午吃饭都要说，他在学校不要陪我吃饭，我要跟生友。你什么系？我叫蔡爱成，我是观光系。观光啊。观光。被对我们衣服送光光。什么？他是好奇怪。你们两个，你不知道，你们究竟什么事有跟雷拉姐姐联络？哎，我的水壶很可爱，就是双影杯。有点投票，只是比较可爱，我是车车哎。我在比铅笔盒。他肯定地上摸。我被你们烫水烫
新媒体，不管以后想要走目前过后都可以，都会都想学看看。对，那你干嘛去观光系？就跟我朋友一起啊。哎，那你不是没有朋友？高中同学就一个而已，但他交到朋友了，所以他不要你了。真的颜值 P 啊，60跟20吧，少了你们俩长一样。你们要听我讲，通常来学校我都素颜，我同学就说不要那么邋遢嘛。对啊，我不会化妆，我不需要化妆。不要再抖了，我讨厌化妆。没有，你二十分太尴尬了。哇，冷场了。我想说他们两个人像两个小鹦鹉，他们自己聊。那他们还需要留 IG 吗？不要啦。这自己人还要留 IG 啊？不要啦。啊，直接上就可以了，直接上就可以了。你看你们剪剪头发，哭哭小事嘛。大家都很棒，嗯，都长大了，变帅了，变漂亮了。你更没看过他吧？对，又没。没有，我有看过你。进阶巨人。你稍微趴下，我看看。放对比，哇，照相。那你嘴巴这样子。那你不错，你可以调试，很棒啊。有些女生可能就会不爽。我的头发，所以我的醒吾的，比如说窗口，很突然的窗口。巧巧是哦，嗯，学校有没有正面或帅哥啊？有啊，很多啊，我们学校有男团、女团。有比你漂亮的吗？有，我是表演艺术系。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表演艺术系。上课好玩吗？很累。因为你都要排练不是吗？对啊，都要排到半夜。夜练有这个文化。夜练。学校交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都不喜欢？我的眼光比较不一样，可能喜欢像美哥那种的吧。真的吗？没有。当然好啊，马上介绍哦。那今天你就带着我找一些正面帅哥。
女团吗？对，他们是女团的两位。那、啊、你们大几？大三。专长是跳舞，都跳什么？跳 K-pop。李娜也是 K。Pop， 他很喜欢放这些 K-pop 音乐，蛮好的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Jenny， 杨洋。有代言 CK 吗 ？Jenny？ 没有，我不是那个 Jenny。都表演科吗？关于餐饮科女团吗？在做菜，还蛮酷的。荷包蛋、牛肉。为什么这么多女团呢、啊？到底有几团呢、啊？两个，杨洋跟 Jenny。我们团长也是因为在忙彼此，不是我。起床了，还要上课。对，你们女团是自己这样认识组一团的吗？我们是甄选进去。甄选进去，到底谁的闹钟是很阿杂？先把它关掉。我靠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刚刚说哪边？这个女团甄选嘛。对，我们团长是现在大四，然后我们就是看到他们表演，然后我们觉得超辣的。谁是评审？老师吗？所有团员。学姐。那请问会有学长学姐制吗？会不会说新的学妹，哎呦，怎么拽个258万带六桶？没有，没有，啥都一家亲。对，我们都很好。那我想看你们表演。干跳吗？对啊，你就嘴巴自己配音。好好的这份情，好好珍惜。干干干干干。看到没有，参加醒吾的男团女团就可以在学餐表演了。之前他们团甄选三年没有上，真的假的？我不敢在这种大庭广众下跳。为什么表演就表演呢、啊？一表演就一秒进状态嘛。嗯，不错哦。哎，表情弄得很好，因为你访谈的时候感觉比较呆萌呆萌，可他跳舞的时候表情会放电哦。啊，学校有交男朋友吗？都没有。有。很老实。啊，你会没有？都没遇到喜欢的。都遇到渣男。喜欢专情的。到底谁喜欢花心啊？有很多很多人，我讲一句真的，这个所有男生啊，丑男也会作怪，帅哥也作怪，那还不如选帅一点。对，啊，你觉得你们的颜值在学校的屁啊，可以帮自己打多少分？40分，这么谦虚、啊。那你呢？差不多。那我觉得跳起舞来有90。那、啊、你们 IG 呢？XXLINN_1017CHAO.JENY。女团的 IG 是什么？我们女团 IG 是。ZENITH， 然后5FFICIAL。好，这个可以。好，哎，这个不错。这在干嘛？在看照片选人。那真是在这么松江南京，是不是？小李的朋友啊，漂亮吧？怎么称呼啊？我叫 Daisy， 我叫思思。思思有两种啊。感冒用思思。重点是小李变太瘦了吧？吃很少啊。吃饭呢？多请我吃饭，我就可以吃多一点了。每个人。多请他吃饭，还跟自尊难保，我们都需要你请。对，大几啊？大三。什么戏啊？我们是表演艺术系。你们是女团吗？我是。那成为学校女团男团可以干嘛？比较多表演。在哪里表演？学餐。学校或者是外面。啊，学校有交男朋友吗？没有。真有？为什么学校没有交？我觉得就是喜欢我的我都不喜欢，可我喜欢的都不喜欢。别话，突然播一下。一个人超狼狈。我跟他是啦啦队甄选认识的。嗯，对，但是。但是怎样？可以说吗？讲啊！他们那时候就是原本跟我约好签约时间，就他们放鸟我。是哪一队放鸟你？你讲大声啊！那、啊、你呢？演戏跟主持。那一下演戏。你想要演什么？被你抓到我偷吃，又来了。生气，你是一张椅子，然后看到我在偷吃，我们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，有点难过，又有点生气。阿炫，喵喵喵喵喵喵。深深。喵喵！为什么偷吃？因为我不爱你啊！喵喵喵喵喵！不爱我？因为你根本不会动，你是张椅子，你要怎么动？椅子不好吗？它会犯毒。啊！你们觉得你们之前在学校 PR 可以打多少分？那大概60。你呢？我66好了，66大顺。那我看你跳舞。上跳上跳。78。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棒。那你很适合啦啦队啊！不会让他们后悔的。对，大逆袭，居然是男朋友已经把我们甩了，最后变超正超可爱。是 IG， 我的 IG 是底线 SS 底线092401底线15三个底线。太棒，真有。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温柔的。培根怎么样？温柔到负债。那你呢？你喜欢什么类型？我喜欢会运动的男生。重吗？全集可以吗？全集有点太美了。还是打篮球。打篮球，打篮球。你喜欢篮球？对，因为我会打篮球。
真的？那你可以边打篮球边主持吗？太阳队的选手即将投三分球了。动动动，防守！啊，上课觉得好玩吗？他在表演，所以真的有可能会要你演愤怒的椅子这种。有可能。我以前滑杠都演那些啊，或者是你要在全班面前讲出你不堪的事情，老师想看你的情绪。不看点，来来来。想想玉米浓汤，想想 key point 关键词，想想醒吾为什么这么冷。快了快了。难不难加呀？不要攻击我女儿啊！我求求你了。注意哦，小胖的朋友，怎么认识的？通校。IG 乱搭讪哦。IG 到。IG 就 IG 通校。什么系的？应用英文。可以背 A 到 D 吗？这谁不会？来来来来，他有可能不会哦。来来来，A B C 嘛。B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S T U V W S O N。没错啊。他学了18年哦。屁呀！你太夸张。学校交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小胖这一型呢？靠近过下巴，顶着吧。是啊，炊事员是不是？很好看，都只有这屁股下巴。那我有下巴屁股，就是我的屁股长得像下巴。那我再冲一下。看你的 IG 吗？底线 J E S S I C A 底线底线07。要小心小胖哦，小心这个恶魔。所以你也是女团的吗？对，然后是醒吾护 X 的，对，他就是杨洋。然后这位是我漂亮的同学，我是男团。等一下，你是 B 哥吗？我是 Lucky。来一段，来一段。这是原子少年的，没错吗？我最近有去太阳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安飘飘，唯一一个样样代表。那专长什么？物美吗？要一直唱歌。今天带什么歌？佳佳的填空。曾经倔强是对的，偶尔脆弱也练习，直到眼看遭遇捉弄，很莫名对自己怀疑。哇，很好听耶，很棒哦。觉得自己颜值在学校 PR 多少？60、59。59可以啊，很有自信啊。那他多少？我觉得你要有信心。我89，满分应该是1000。开玩笑的啦，很认真的。很呛哦，今天。你的 IG 呢 ？P P E I Y U 底线底线。12月甄选，等你们。甄选新团员啊，对，我们这跳有特色的哦。嗯，好，说不定你会上哦。哎，他唱歌也很好听。来唱一句啊，听听看。我不坚强，分手后不要做朋友。我不善良，不想看你牵他的手。去就好了。神秘，上帝真是公平的。怎么样今天？好玩，看到大家哦。我们也很开心，就很感动，因为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说表演就表演，马上进入状态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哎呀，也变活泼啦。小李也很棒啊，现在车力巨人也是欣然接受啊。那你要多来上课啊。看女生会到。看你们怎么来的。爸爸载我来的。或者是可以叫车力背你来。对啊，那么多正妹。真的啦，大学生活要多经历一点。好了，下面电话分享啊，下去别的学校啊，去些日间啊、夜间都可以啊，哪里有正妹我们去哪边。拜拜 ，see you。冰冰，太冷啦。